为了关怀社会公益，台视广场举办爱心捐血活动，包含了艺人柯淑媛还有夏天乐，他们为了热心捐血的民众也亲自到现场来榨果汁送给民众们补补气。夏天乐他更是直接挽袖捐热血，身体力行要号召民众一起来为血库尽一份心力。义务感正常。最新八点档男星夏天乐坐上捐血车，爱心捐热血，以行动力号召民众挽袖捐血。是有点痛，刚刚这个就是很突然的。对啊，就刚说你去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你就突然讲，然后就打进去。为了支持社会公益，特别在台视广场举办爱心捐血活动，夏天乐和同剧演员柯淑媛还特地准备了爱心饮品。先来一点芭乐，然后再来一点奇异果，这奇异果要带皮。而且是金的。我听说这个捐完血呢，这个医生都会建议这个捐血者要补充一些维他命 C。那我们用这个新鲜的果汁，我相信就是最天然的维他命 C 啊。夏天乐、柯淑媛一起准备现榨果汁，要为刚捐完血的民众补补元气。这边是刚才我跟夏天一起制作的这个富含维他命 C 的果汁。捐血助人一己，艺人也到场助阵，希望更多民众一起加入热血行列。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，满腔热血，追分成功。这样报道。